兄姐妹平安，请大家预备心听这首诗歌《耶和华作这为王》。
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站立。先造诗笛子112篇1-6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的人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施恩于人，借贷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赎明自己的冤。他永不动摇，一人被纪念直到永远。是的，弟兄姐妹，今早我们要一起用欢喜快乐心来敬拜我们的上帝，都要来赞美他，快要他帮你唱这首诗歌荣耀颂。主借诉说神的荣耀，众唱传扬他的作为，赞美你呼声如同百里大水，太阳普照温暖世界，月亮星宿发出光辉，宇宙的万有你大声赞美，高唱古利亚古利亚，高唱古利亚古利亚，带领普天下的人向至宝山下跪，高唱古利亚古利亚，高唱古利亚上帝下，永永远远一切的荣耀与尊贵，高山夸耀神的伟大，海洋歌颂他的心事，赞美的呼声如澎湃的大水，花朵盛开向他开放，小鸟欢然飞在天上，宇宙的万有
我能经历你更多。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圣灵帮助我能经历我受教训。
是的，主，你就是那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你是配得我们颂赞、爱戴的主。我们要全地向你跪拜，将一切尊贵、荣耀都归在宝座上的主啊，主啊，我们是何等大的荣耀，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来的当中，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有这个机会与主来亲近，来与主来连接。主啊，我们要献上感恩。主啊，我们再一次把今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的灵运行在当中，你审查我们每一位内心深处是否有担忧、有忧伤、有胆怯的，求主你一一的用你的宝血来遮盖，让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单单的来敬拜你，来仰望你。主啊，我们也把杨牧师交托，求主你赐他有你上头来的聪明智慧来传讲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继续用你的话语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荣耀主你的名。主啊，我们继续把今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交托，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福音经课，马可福音九章三十八到五十。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凡使我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人，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切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在地狱，入不灭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弃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这时候我们来观赏一篇一处见证短片。我是张可怡，是一位保险经纪。在我的字典里，钱是万能的，所以我拼了命的赚钱，希望可以在35岁之前有一辈子用不完的财富，然后就可以退休，环游世界，享受人生。所以呢，现在为了钱，有的时候需要吃不定时，睡不定时，但为了美好的将来，吃一些苦都是应该的。
甚至有的时候遇到一些难缠的客人，还需要付上一点点的牺牲。张小姐，哎，林女士，你来啦！啊，好久不见，请坐，请坐。好，这么急找我出来，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是吗？对，上次的支票应该都没问题吧？嗯，已经过账了，谢谢你了，谢谢你。别这么说，这都是我的职责。但关于你孩子的事情，我也感到很遗憾，请节哀哦。不幸中的大幸是，还好他买了保险。啊，张小姐，之前我听你提过，就是你认识那位撞死我儿子司机的太太，你说她曾经向你买过保险，但只是付了一到两个月的保险费就断保了，那你是不是还有她家的地址记录呢？哦，有是有，但原则上我是不可以给你的，不好意思哦。不，你不用给我，我只求你把这张支票，送给那位太太，但千万不要告诉她说这是我送的，就说是一个好心人送给她就行了。这支票不是保险赔给你的吗？你要我全部都转交给她？那个人因为车祸失去了双腿，家里还有老婆和刚出世不到一个月的双胞胎要养，他日挨夜挨，嫁得是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他也没有料到自己会在驾驶的时候这样晕过去，造成车祸。你不恨他吗？是意外，怨不得人。难道你不需要这笔钱吗？我有工作，有储蓄，更有上帝，我若有缺乏的话他会供应，所以这件事就麻烦你了。不会，拜拜，慢慢走。疯了，有上帝连钱都可以不要，有多少人要存一辈子才有这个钱啊？他却全部都要转给人。喂，姐啊，是我。出来了，是癌症第四期。不用啦，你孩子还这么小，你过来，谁照顾他？我没事，医生建议我先化疗。放心吧，我会跟你保持联络。
拉截我，我的钱多到这一辈子都用不完了，医药费没有问题的啦。姐啊，我之前又买了一份保单，受益人是你啦。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不写你我写谁呀？姐啊，我有点累了，我想休息。明天再打电话给你。真是神啊，我就是那个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性命的人。我有很多钱，有很多保单，但我却不能够保我死后要往哪里去。人死真的会烟消云散吗？那我会怎么办？我会怎么办？求你救救我，求你救救我。小时候有听过十字架的故事，我知道你不会拒绝伤心跟真正想要跟你悔改的人的祷告。到那时候，请你握紧我的手，握紧我的手，带我到你那里去。是还在治疗中，但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跟你说，
我想要介绍你认识比这世界上任何的保单更好更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时候，诗班将为我们献诗，遵从我的神。怜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这位美善的上帝，也是我们大有能力的君王。他必定保护他的子民，垂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脱离危难。这样的神正是危机时代人们的盼望。让我们遵从伟大的神。Yeah.
来朗读今早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七节。找着了，让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七节。来，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自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今早杨信实牧师将为我们传讲的信息，危机时代的福音。没有遗失银行卡，没有遗失银行卡，但是呢，他银行里面的存款就少了2800多元。好，那这是一件当然令他惊讶的事情。他甚至呢，从来都不上网转账。好，那但是呢，有一天他去查他的户口的时候，哎，发现他的里面的钱就少了2000多块钱。那不过呢，他回想那几天，好像他有接到一些来历不明的短信，里头告诉他说你中了大奖啊，给你链接，你可以上去看哈。那其实他也不去理会他啊。其实这样的事情呢，还好多好多哈啊。有一个人他说13分钟里面他失去了4.7万哈。还有一个啊，他说他甚至呢已经冻结了户头，但是呢他的钱还是飞了啊。我想可能你可以告诉我更多更多这样的事情哈。那无论怎么样，哎，我们常常以前都觉得银行是放钱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对不对？但是呢，现在我们说啊，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哈，啊，这句话好像讲错了是吗？啊，应该说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不过现在要转过来讲了，好。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哈。哎，你发现到啊，这一个世界啊，各样欺诈的行为无孔不入。哎，有的时候看了哦，你真的会感觉到担心，会吗？哎，你会感觉到有一种危机感啊，哦，危险危险的，会吗？会吗？会哦，这样我跟你一样，啊，你跟我一样啊。哎，坦白说，那一段时间呢，有的时候我就会跑上去，啊，看看我的户口啊，看看啊，虽然不是很多钱了，那也看看哦，到底状况怎么样啊？有什么啊？有什么变动吗？哎，弟兄姐妹，你发现到，我想还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不只是钱财的事情啊，也包括呢，有一个女子，她说啊，常朝往念的男友弃啊，杀死弃尸在水坝区。好，原来这是在线上认识交往啊，然后呢啊，3个月后第一次约会啊，不过那一次出门后来就永远没有回来了。好，那被据说是被掐死哈，那被骗财啊。弟兄姐妹，我想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确实啊，太危险了啊，太危险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在这样的一个危机的时代里头，我们啊要不免会这样的思想。哎，那天我看见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其实呢，我们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头啊，一个是实体的世界，一个是虚拟的世界。那我们的身体呢，跟灵魂不断的穿梭在这两个世界里头啊。弟兄姐妹，你有体会得到吗？虚虚实实啊，有时候好像是真实的，有时候其实又不真实的啊。我们就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头啊，两个世界里头穿梭。那无论怎么样，这两个世界有什么共同点呢？啊，他觉得很有意思啊，
就是十个字，遍地是陷阱，处处有诈骗。好，遍地是陷阱，处处有诈骗。哎，有的时候我真的在想，这样子下去哦，我们要怎么样生活呢？好，弟兄姐妹朋友们，这是一个危险的时代，危机的时代，为什么会这样呢？好，到底盼望在哪里？好，到底平安何处寻？当我们担忧的时候，当我们不安的时候，啊，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买了生命的保单了吗？你到底买了怎么样的保单呢？好，啊，如果我们还没有买到生命的保单，那我们应该赶紧的思想，好，考虑寻找盼望何处寻。啊，我就想到主耶稣所讲的这一个比喻，好，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好，等等等等。那当主耶稣这样子讲的时候呢，其实他在讲一个一个常有的经验，明白吗？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啊？你们中间，意思是说，大家在牧羊的人，他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啊。平常的时候，牧人带着一群的羊在山里走，那去吃草，牧人走在前头，那这些羊只就跟在后头啊。你知道哈啊？哎，你知道吗？不知道了，我们都没有牧过羊，无论怎么样，你发现到总是有一只，有一些羊呢是比较贪吃的，那就随着自己的感觉，就在那里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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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离群，就走迷路了，你知道吗？羊迷路那是非常危险的，好，他们继续走，走到不知道到了哪里，然后呢如果遇到豺狼，遇到虎豹，那就会被它吃掉了。那如果到一个些地方呢，遇到恶劣的天气，它就一只羊非常的孤单就会慌乱慌乱之间可能不小心就掉下悬崖里头碰到石头它就受伤。那在幽谷里头呢，它没有办法走出来的。好，那所以我们读诗篇二十三篇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有没有？就是这个幽谷那他们会在山里头，会走进这些幽谷里头，那他们更加没有办法走出来羊只在里头呢，就又冷又饿，可能就这样子冻死在哪里。所以呢，迷路的羊是非常危险的，需要牧人去把它寻找回来。好，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当中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好，然后呢是什么就撇下那九十九只去找那失去的羊。好，那牧人会去找这一个这一只迷失的羊吗？当然会的。好，但牧人发现有羊只走失了，他就会怎么样呢接下来主耶稣就继续的讲，他说就会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好，每一次我们读到这一节经文我们基督徒会想到什么那九十九只就把它撇在旷野，那不是很危险吗那牧人不在，羊只在哪里，他们能够安全吗其实呢是会安全的。好，牧羊的人告诉我们，其实呢在羊群里头有所谓的领头羊，明白吗他们当中有领头羊这一只领头羊会暂时呢镇住那一群的羊。好，那所以那一群羊暂时可以是安全的，没有问题。好，无论怎么样，你发现到这一段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的，就是牧人对羊群的照顾。好，羊如果落入在危险里头，牧人他会全力以赴的去寻找，去照顾这一个迷羊。那有的时候可能要穿山越岭，可能要经历很多的艰难，甚至呢
啊、面对生命的危险。哎，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看见牧人是多么的珍惜他的羊子、啊、就算走失了一只，他也要去把它找回来、啊、当他找到的时候、啊、主耶稣怎么讲呢？来，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来，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哎，你发现到有这样的牧人真的是很好，对不对？能够成为这样牧人的羊子呢，更加是幸福的、啊、弟兄姐妹，其实朋友们，你知道吗？我们都好像羊子那样，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牧人，他会照顾我们，陪伴我们，帮助我们，他是我们在危机当中的安慰和盼望。那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真的是这样的意思。好，所以第七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来，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脚比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啊、每一次我们读到这一节经文，我们注意到什么、啊、我特别注意到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好，这一句话、欸、我们不禁要问，有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吗？或者说世界上有不用悔改的义人吗、啊、其实主耶稣讲这句话呢，不是说真的有这样的义人。好，主耶稣其实是用一种讽刺的说法。好，所以刚才我们所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那里，好，其实那个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背景呢，就是那一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啊、在那里议论，为什么耶稣跟罪人在一起、啊、为什么主耶稣好像还很喜欢这些罪人。哎，你发现到吗？所以主耶稣这里所讲的其实就是要、啊、其实就是针对这一些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世界上真的有不用悔改的义人吗？当然不是的。其实他是对这些自以为义的人，好，他们以为他们是义人，他们以为靠自己他们就可以得救、啊、他们就有平安，其实可以吗、啊、人如果知道自己的状况，他就知道他走迷失了，好，他就知道他需要悔改，而悔改的人主会喜欢他的。所以这个释羊的比喻呢，让我们看见其实主耶稣就是一位好牧人，他要照顾寻回落在危机困苦当中的人。那弟兄姐妹朋友们，这就是危机时代的福音。你发现你迷失了吗？你感觉到你正在危险，在困苦，在艰难的环境里头吗？感谢上帝，主耶稣他是大牧人，他给了我们这一个危机时代的福音，他要寻找我们，他要照顾我们，他要带领我们。但是呢，我们继续先思想，为什么人会落在危机当中呢？那其实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接下去讲的浪子的比喻啊、就给我们更加清楚的来讲解，好吗？我们一起念一遍、啊、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二节。来，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任意放荡。哎，你发现了吗？这一节圣经呢，其实就说明了这一个小儿子他怎么会成为浪子呢？很明显的，因为他讲求权力、啊、他告诉他父亲说，我应得的家业你分给我吧、啊、当然他是这个家的孩子，他父亲很多的产业，他知道
最终会给他的，那是属于他的。所以呢，他就要运用他的权利，他要拿到他所有的啊，他讲求权利啊。那结果呢，父亲给了他之后，他怎么样？他自我啊，他要自我掌控，对不对？当他父亲分产业给他之后，他就收拾起来，表明说他要自己的掌控，他要自己的管理啊，他要跟他父亲发清那个界限。那当他收拾起来之后，原来他是为着怎么样？要往远方去啊，任意的放荡。也很明显的，这一个儿子，他要自己管理自己，他要自由，他不要受约束。他以为这样的生活是真正有尊严的生活，是真正有主权的生活。但他跟上帝祷告啊，后来虽然他父亲是啊去世了，但是呢，他觉得他的祷告是有功效的，好，所以他心里面啊就更加的靠近上帝。所以后来不久，他听见啊在一个布道会里头，他就决志啊相信了耶稣。那相信耶稣之后，他有时候去教会，有时候不去教会。那一天他告诉我，我觉得是很意外的事情。他说他曾经向上帝祷告，他说：“上帝啊，我只跟你求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惊讶，人哪里只向上帝求一件事情？好，你向上帝求多少件？不管你信主刚刚信主不久，还是信主很久那你大概不会只求一件的。但是他说，他跟上帝讲，他说：“上帝，我只向你求一件。”当然我很好奇到底求什么。他告诉我，他说他跟上帝求健康。他知道健康很重要所以他说：“上帝，我只向你求一件，就是健康。”然后他继续讲，他说：“其他呢，我自己管，不必打扰你。”意思就是说，你也不必来打扰我我可以自己管自己的我可以自己管自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这样的吗？你发现到这是什么？这像浪子的心态，对不对？我要自己管理自己，我要自由，我不要受约束我们很多时候感觉自我掌控，那好像是比较踏实的比较有把握的。所以呢，我们很容易就好像这个浪子那样。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你还是有家，你可能也来到教会，你的身体没有流浪，但是你的心灵，你的灵魂其实已经在流浪了，你是一个浪子。你说人要自由，人要自己掌控，难道有问题吗？看来当然无妨，在某一个程度上面，我们也要懂得怎么样管理自己，对不对？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掌控我们所有的。但是呢，虽然这样的想法看来无妨，背后里头其实问题是很大的。你发现到吗？就好像这一个小儿子一样，那借着他的发展是怎么样的？好，圣经告诉我们，他收拾了他一切所有的，就往远方去了，好，任意放荡，然后呢，就浪费资财，既然耗尽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了起来。其实呢，这个浪子真的好像那一只羊一样，当他自由的走动，只顾吃自己想吃的草的时候，他就跌入危险当中。好像什么？也好像一个小孩子小孩子他如果要自己走，他如果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他很容易就跌倒，对不对？他也很容易进入危险当中那有人就说，既然是这样，人小的时候需要照顾，那长大了就可以了吧，应该要自己管理自己所以在哲学上
也有一个啊，有一个潮流啊，有一个说法，人已经经过了文艺复兴啊，人已经长大了，人类已经长大了，所以呢，人不再需要上帝了，是吗？是不是这样呢？好，你个人长大了就不需要上帝了吗？啊，整个人类啊，虽然进步成长了，就不需要上帝了吗？那其实在圣经里头用羊，好，那上帝用羊来比喻人类啊，那是很有意思的。你知道羊当然也会长大，对不对？小羊变成大羊，大羊呢变成老羊啊，我现在是靠近老羊了，以前人家叫我小羊啊，不过到现在还没有人叫我，人叫我其他名称。哎，羊会老，对不对？啊，会长大，会老，但是呢，羊永远就是羊，明白吗？羊永远就是羊，它认不得方向，它很容易迷路，它不会照顾自己。好，小羊是这样，大羊也是这样，好，它很容易迷失的。那所以呢，用羊来讲到人很有意思，因为人就是人，对不对？人长大了还是人，人还是有他的盲点，有他的软弱，有他的不足。人就是人，他不是神。当人要自己管理自己的时候，就好像那一个浪子一样，自由反被自由误了。我印象很深刻，可能也跟大家提过，这一个美国的牧师比尔海波斯，那在他这一本书里头呢，他就他在美国建了一间，曾经建了一间很大的教会，那现在已经离开那个教会了。那他很努力的为主工作和奋斗，那建立上帝的教会。那为什么呢？其实他有上帝给他的意象啊。那他说他有一次呢，在飞机上面等候上飞机，好，那他就看见好两个孩子在那里打架，而且越打越凶，好啊，你一拳我一拳，好，甚至听到很大的一声砰，他知道那个孩子，大孩子拉了小孩子的小儿子的头，好，就撞到地上，哇，两个人在那里扭打，他周围看看要找他的父母还是监护人，但是竟然没有一个人啊，有动静啊，有反应啊，还是他受不了，结果他就起来啊，跑过去把两个孩子强力的拉开，当然他们不肯啊，他很用力的把他拉开，但是还是要一起打。那大概几分钟的时间啊，他盼望这两个孩子能够冷静下来，但是还没有冷静的时候，那那个空服员提醒他，哎，要上飞机了咯，时间到了啊。那没有办法，他只好放下这两个孩子。那当他上了飞机之后，其实他一直在想着那一幕，这两个孩子后来会怎么样呢？好，那将来他们长大了又会怎么样呢？哎，他心灵里头确实感受到那一个危机，那一个困难，好啊，那一个无助的感觉。那其实他在书里就分享，他那段时间其实有8年的时间，他说每一个月他坐飞机到华盛顿去做什么呢？跟那里的政府、商场啊、企业的首长开会讨论对策。好，这些人都有他们的专长，那他们也想了很多的方法，怎么样能够为这一个破碎的世界来寻找解决之道。那每一次他开会，大家在谈着许多的策略的时候，其实他在想，能够改变人的心吗？哎，他感受到人的权力，好，不要忘记这些人都是最高层的领袖，好，他们有很多的权力，但是他看见这一些权力还是有限的。哎，其实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见人要自己管理自己的情况，好，结果呢就掉入重重的
危机当中，好像这一个浪子一样，好，这个浪子可以代表这一个世界，也可以代表一个团体、一个国家，当然更是代表我们每个个人。你发现到吗？人如果要自己管理自己，他就要掉入重重的危机当中，好像这一个浪子一样。但是呢，好像在这一个故事里头，在危机里边还有一个方法。好，所以主耶稣所讲的这一个比喻没有还没有结束。好，那我们一起念一念好不好？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哎，你看见吗？这一个人跑去放猪啊！你知道他应该是犹太人，好，犹太人其实对猪只、对放猪看作是肮脏的、不洁净的，好，他们不会靠近啊这一些啊人这一些事物的。当然，这一个农场的主人一定是外族人，好，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一个浪子呢，他竟然没有拒绝这一切，他跑去放猪了，好，而且呢，肚子饿到一个地步，想吃猪所吃的那一些的啊饲料。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弟兄姐妹朋友们，其实这叫做走投无路，饥不择食，对不对？走投无路了，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怎么办呢？有什么就吃什么了。哎，你发现到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就好像是这样。那天一个朋友才告诉我，为什么诈骗的事情不断的发生。好，你发现到吗？不只是现在有，以前就有了，而且继续不断的啊。那我们的国家已经救回很多的猪仔了，对不对？啊，大概有200多个吧。啊，昨晚我看新闻，200多个，你说将来还会有人去做猪仔吗？有吗？啊，每个人都点头，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好，那其实呢，不是现在，不是以后，好，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猪仔，他们不要回来，他们宁可继续在那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愿意改变，好，他们宁愿就这样子下去。你说他们有好日子吗？可能在某一些的需要上他们可以得到满足，但是他们难得有心灵的平安，有真正的平安，就好像这一个浪子一样。哎，我喜欢这一张图片，他坐在哪里，一种落寞，一种绝望的表情。今天我们是否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里头呢？哎，无论如何，有转机吗？有转机吗？有的。好，那主耶稣继续的讲，这一个人醒悟过来，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带着倒在这里饿死吗？”哎，他想到他的父亲，他父亲的家里是那么的富足啊。其实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好，他要告诉我们，天上的神也好像是这样，好，我们的上帝他是创造世界的主，他拥有万物，他有盼望，应该说他就是盼望。我们怎么样能够有盼望呢？就好像这一个浪子一样，他要醒悟过来，明白吗？他要醒悟过来，就是说他要认识到这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他是万物的主，他有丰富，他是一切丰富的源头。好，那更是要愿意来归向他，好，来向他认错，来向他悔改，就好像这一个浪子一样，他不但觉悟了，他就
怎么讲呢？圣经说，他就说我要起来，回到父亲那里，告诉父亲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哎，你看见吗？这一个浪子他决心起来回家，当他决定回家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他看见父亲远远看见了他，哎，就向他跑来了。他不是拿着木棍，不是拿着藤条，还是什么东西，没有没有，他是带着一颗怜悯的心，慈人的心。哎，我们的天父正是好像这样，以爱日月的等候。刚才诗班给我们信诗，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有无尽的慈爱，真的是这样，好像这一个父亲一样，神以爱日月的等待，他在看着你何时回到天父的家中。他要怀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在神家里的权利还有福分，弟兄姐妹朋友们，这就是危机时代的福音。主耶稣他是大牧人，他爱他的羊，甚至不惜生命要把他们寻找回来，我喜欢这一张图画，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真的伸开了双手，欢迎世界上的人，欢迎他的羊回到他的怀抱，回到他的羊圈里头。今天你是迷失的羊吗？你愿意归回天，住进监牢？他开始向神祷告，他很认真的跟神祷告。那他祷告什么不知道，我相信他祷告很多事情，那但是呢，神给他一句话，对他来讲是他当时的力量。好，约珥书第二章25节，好，先知书哪里神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那些您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就是这一节圣经，神的话语成为他的安慰，成为他的盼望。所以从第一天住进监牢，他竟然可以，安然的睡觉。那坐监牢坐了1年多，后来出来了，当然出来之后又开始很艰苦的奋斗，那大概3-4年的时间，那他就脱离穷寂了，甚至后来又重建他的事业。那无论怎么样，后来大概在几年前，那新加坡这一个曾经控告他的这一个官员，出来讲，原来当年控告陈君章，他说是错控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消息，那对当事人你想他会有什么感受，不过，据说陈君章在他见证里面讲，他没有怨恨，他仍然感恩，他仍然充满了感恩，甚至呢，他其实从出监牢之后几年，他开始侍奉上帝，到许多的地方去为主做见证，借助他的经历告诉人，危机里头哪里是盼望，何处可以寻到真正的平安。哎，我在想这样的经历不是少有的，哎，我就回想，其实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弟兄姐妹里头也有好多这样不同的经历，哎，我想到在我们教会20周年，纪念的时候，有没有我们，演了一台的舞台剧，那其实那个舞台剧是真实的故事，这3个主角，其实他们代表着，在我们发生在我们当中的3个故事，那一位弟兄呢，
他曾经受黑暗的势力辖制，他彷徨，他困苦。另外一个弟兄面对死亡的威胁，医生告诉他，你犯了绝症，大概只能够活两年，那是很大的打击。那还有一个弟兄，生意失败，受到债务的压力，这一些人都曾经落在危机当中，他们感觉到无助、担忧、彷徨，但是呢，感谢上帝，他们听见福音，他们认识了耶稣，他们就归向了神，他们就祈求神的拯救，他们愿意让主耶稣来寻回他们。那因为耶稣，他们确实找到了盼望。好，那一个受黑暗辖制的得到了自由，开始新的生活。那一个受死亡威胁的，他后来竟然活了十年，快乐的生活。然后受债务压力的，上帝也帮助他，不但还清了债务，而且可以重建他的事业。无论怎么样，弟兄姐妹，从危机当中他们得到了释放，他们找到了新的人生。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你愿意让主耶稣寻着回到天父的家中，回到耶稣基督的羊圈里头。可能你以前不认识神，但是今天你愿意归向这一个大牧人，相信他做你的救主，你愿意吗？或者你已经相信耶稣，经过疫情，你已经很久没有来到神的家中来敬拜上帝，好，来侍奉他。今天你愿意听见主的呼声，你愿意归回主的羊圈，归回天父的家中，好像迷失的羊一样，他在呼唤，他在寻找，你也愿意让耶稣寻着回到天父的家中，回到他的羊圈里头吗？他在呼唤，他在寻找，迷失的羊，回头吧，回到主的面前，回到神的家中。你在天父，在大牧人的看顾之中，你想享用他的恩典不尽，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你，环顾我们所处的环境世界，我们知道我们的心灵经常随着环境起舞，随着各样的事件而被搅动。主啊，我们也看见我们的无助，我们的有限。天父，今天我们从你的话知道，你就是好牧人，你在十字架上伸开双手，当你代替我们的罪而死的时候，你愿意把我们寻回，归在你天父的家中，归在你的羊圈里头，得到新的生命，得到你不断的喂养，更是有你的陪伴来走我们的人生，那是何等美好的祝福。天父，今天我们在这里，愿你向我们施恩。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你说我愿意让耶稣寻着归向神，相信耶稣，更好的回到主的家中，一起来敬拜神，来服侍神，你愿意吗？你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你在心里祷告一句，神会听得见，他会帮助你。
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我知道我需要耶稣，愿你今天给我亮光，我把自己交给你，愿你牵着我们的手，让我走向你，回到你的羊圈，回到你的家里头。天父上帝，求你拯救我，求你来住在我的心，永远跟我同在。谢谢你，你是好牧人，我需要你。今早的信息，靠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胜过一切的挑战，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活出主你的样式，来荣耀主你的名。主啊，今早我们献上当纳的，求主你欢喜悦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读两遍今天的经句，《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来，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路加福音》十五章七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路加福音十五章七节。今天差遣的经文是雅各书第五章十三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泥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是的，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寻求他的带领。我们上第一节跟第三节。丰富的恩惠，上帝奇妙的慈爱，圣灵大能的感动与帮助，充满你们的心，引领你们信靠耶稣，得蒙拯救，享受永远的福乐，从今时直到耶稣基督再来。阿们。我们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早上一同聚集、一起来敬拜上帝、有一些很久、没有见到、有一些、可能从外地回来的，都欢迎你们，或者是我们弟兄姐妹的家人、上帝带领、这几天连续假期、盼望我们享受家庭的快乐、也享受、假期 的轻松平安。好，那我们的圣经学校呢继续在上、这个礼拜、今天上会以后十一点还是继续、在这里、那请、在各班的学员、按照我们 的安排来进行、如果你不能参加也请你告诉、你的导师一下好不好，愿我们在主的话语里头一同的、继续的被建立、那南部区会的联谊会呢一年一次、这一年呢、就在我们教堂这里召开，就是明天、明天早上在我们本堂召开。那我们教会有牧者还有长职、应该有八位、来参加，是正式的代表议员。那然后呢还有一些弟兄姐妹、那他们要帮忙一些服事的工作、愿上帝、赐福我们的服事、能够祝福众教会。然后呢明天晚上是南部区会他们六十周年的、感恩会、也是一个晚宴、明天晚上、六点在何立玄宴会厅那酒楼，那我们有趣的一些长职或者弟兄姐妹、记得安排时间、提早一点去、那如果有什么
交通的一些困难、一些问题，啊，我们可以彼此联络一下哈。那因这一个宴会和，啊，这一个感恩会，那使大家啊参加的人都蒙主的赐福啊，能够荣耀主的名。我们同时异地的祷告呢，是在每一个礼拜二晚上9:30到10:00啊，那还是照样的进行。那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不要放弃哈，那持守这一个祷告，那是一个难得的时间，那为着大家的方便，所以我们还是啊在线上，那只是你要抽出这一段时间。然后呢啊，这个礼拜二还是照样在啊这个在手机和 WhatsApp 的这个社交平台哈，那但是下个礼拜就是11月1日呢，我们会在 Zoom 的线上。啊，请弟兄姐妹注意哈，请祷告同伴注意，我们会把这个链接啊，到时会把链接发给大家啊，请我们继续持守啊祷告的服事啊，祷告的啊这一个这个啊操练。少年营继续在报名啊，大概听说人数还差将近一半啊，我们希望可以找到60位，请弟兄姐妹一起努力哈，继续的啊鼓励啊我们家的孩子、中学生啊，或者是一些啊朋友的孩子哈，啊，来参加好不好？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啊，让这一些学生有一些啊好的活动啊，在假期的时候啊，可以跟啊蔡传道或者少年团的导师来联系啊，来报名华人民间宗教啊延伸课程啊，从11月14日开始，那请有意思参加的人赶紧报名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认识啊华人民间信仰啊，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啊去接触这一些啊我们不同的这些朋友啊，那家人啊，甚至可以找到机会跟他们传福音，好不好？请大家赶紧报名，好，在我们的周刊里头有这个报名的链接哈。我们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一些新朋友，好吗？是丽华姐妹，好吗？请她站起来。还有张爱玲，好，是丽华，欢迎你，好啊。还有张爱玲在后面是吧？欢迎你们啊，谢谢谢谢。还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当中遗漏的，有吗？都来过哈，有一些可能比较少见到，第一次哈，啊，请你站起来，我们，啊，好，无论怎么样，欢迎你哈。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也顺便报告，其实南部区会呢，长老会南部区会，他们有一个画展，好，昨天跟今天，好，在圣光堂那里，如果你方便，你可以去参观哈，可以去参观，好，去。啊，了解一下好吗？一个很好的机会。好，我们站起来跟我们前后左右的人打一个招呼，好，彼此的问安，愿上帝赐福给你。那我们相约下个礼拜我们要在这里再相见，谢谢。